你妹妹目前已经脱离险境，你可以进观察室去看她了。谢谢。这是药单和缴费单，等会输完液就可以离开了。太好了。嗯嗯嗯。你等我。谢谢。 子晨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没事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比赛呢？比赛？我弃权了。你这个……哎，你快回去！别激动啊！快回去！哎哎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。我跟你讲，你哥就算现在回去，比赛都已经结束了。 你走开！你出去！你出去！我不想再看到你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我在这儿。你出去！出去！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哥他没有错，你想想。 你是他唯一的妹妹，今天要换成是我，我也不比赛了。嗯，你不知道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，它是我哥全部的人生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了我的病，哥哥真的拼命的打拳，我每次看到他伤痕累累的回来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？ 哥，你回来了。嗯，我炖了碗汤给你喝，想一烫啊。有汤可以喝。想一烫。哎，是。先搁这儿。噔噔噔噔，今晚比赛的奖金，你的诊费也有着落了。怎么这么多钱啊？对手越强，奖金越高了。你怎么伤的这么重啊？不行，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哎，不用去，不用去，这都是皮外伤。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，别费那事儿了。这汤啊，我拿进去喝了。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再看医生了，你别打拳了。妹，干嘛呀？别哭了好不好？啊，听哥说，你的命。 是我跟咱爸拼了命从阎王爷那儿抢过来的，老天爷给了你哥天下无敌的右勾拳，就是为了保护你，保护咱们这个家。如果我能用我的双拳为我们家带来幸福的话，那我也很幸福啊！啊，别想那么多，好好的。 哥哥只比我早2分钟出生，就是因为这2分钟，我就只能当家里的包袱。好不容易我考上了医学院，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，哥哥可以不用再打拳了。但是我又成了哥哥的负担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真的不想，你知不知道？ 什么呀？你好了好了，这些我们付不起。你干什么呀你？
你如果真的不想成为负担，你现在就好好躺着。你自己刚刚都说了，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医学院，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你哥和你爸怎么办？啊？如果你真的珍惜你家人为你付出的一切，你就得吃得白白胖胖的，好好活下去。你不要辜负他们。你现在就好好休息，把身体养好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你听我的，待会儿好一点之后，你就出去，你哥在外面给他道个歉，知道吗？那我先出去了。不是这么用的。我妹怎么样了？你妹妹已经没事了。让你看笑话了，没想到苦练了一个月，结果好不容易赢了一场，还自己放弃了，不战而败。哎，你可别说了，你打败的可是邓尔豪，你要让尔豪那些手下败将知道了，你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这样翻过了他们永远都翻不过的高山，直接气到口吐鲜血。可要不是你给的弱点分析的话，我也赢不了啊。你别说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赢二号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你帮他加油了，你当时是不是心里特别慌，害怕你的欧元哥被我这种无名小卒打败？子辰怎么样啊？医生怎么说的？算是没事了。这里没有事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。大恩不言谢，走了。嘿，没想到你的理想型是这款啊。真希望他下次能为我加油。哎呦，糟了，忘问他名字了。放心吧，有缘一定会再见的。单子已经付过了。你说冷子辰的医药费已经付过了？是啊，刚才那女孩已经付过了。谢谢啊。姐，比赛怎么样了？尔豪跟少康谁赢了？
收获真大，中国队人才辈出啊，看来我们得加紧训练了。邓尔豪、邵康、林飞，未来不可限量啊。还有这个只出赛了一场的神秘人物，他到底是谁？他跟杨言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这叫的车应该快到了吧？怎么样，在国内比赛有趣吗？很有趣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小看了这里的对手，所以我决定要留下来。不管以后子枫是队友还是敌人，我很期待在剑道上能跟他重逢。来到家啦！没事儿，别这么紧张兮兮的。比赛结果出来了，哇！没想到是情深深雨蒙蒙拿了第一名，《还珠格格》拿了第二名，还真是小看这欧阳哥了。那就继续学啊，哥，你继续学击剑吧。连冠军都成了你的手下败将了啊！奥运金牌都不是梦了。我得赶紧跟你合张照，到时候可以考老师钱了。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。你以为学个击剑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这次打败邓尔豪那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全靠运气侥幸。更何况我没有打完比赛，没有十六强记录，根本没有办法报考振宇学院了。当瞎猫总好过当蚯蚓，今年不行，你还有明年吗？对，我还有明年。真希望能像他一样，全场人都为我加油。加油！去。冷子枫的电话是错的，没他的地址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们系统设计有瑕疵？你就这么轻松地回答我吗？大部分的选手是通过团体或俱乐部报名的，所以不需要填写地址，但冷子枫他是个人出赛。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么轻率的态度，不但放走了一个好苗子，更让国家队失去了一个好选手。我赵振宇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个人？一个配件运动员叫冷子枫。叫冷子枫。他的教练是谁？
有消息联系我。听我姐说，你打算留下来？对啊。你不是上周还在说，觉得这没法跟法国比吗？今天的比赛让我找到了留下来的价值。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想到我马上要去英国读书了，以后连个碰面的朋友都没有。所以你在怪我留下来了？我没有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秘密要跟你说，就是要跟你坦诚一件事。其实我也有个秘密要跟你坦诚。做个交换吧，你先。今天的比赛，冷子峰之所以能赢你，是因为我不小心把你的套路告诉他。就这样，剑道上，只要不是因为作弊、裁判偏袒，胜负全看亮灯。很公平，也很不公平。如果你正好肚子痛、发烧、重感冒，这都不是输的理由。当我选择穿上护具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同意这场比赛的结果。所以子枫赢我是光明正大的事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真的？那不生我气了？生气还打我，这是你胳膊肘往外拐的惩罚。那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。你发誓？好，我相信。走吧。走。对了，二豪，你把你手机设个密码吧，要不然哪天你手机丢了的话，你装的那些 APP， 别人很容易把你的钱给取走的。设定密码那很麻烦啊。忘记怎么办？你可以这样啊，你把你喜欢的人的生日设为密码，你再在前面加一个52，这样又安全又简单又好记。52，好，那我回家再设定好了。走。这样，二豪要是有喜欢的人，你十五生日就知道是谁了。怎么了，姐？我收到伦敦大学学院通知书了。伦敦大学没考上啊？没关系啊，你不是还报了其他学校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城市设计专业我考上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不过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那不是你的第一志愿吗？在今晚之前收到信，我肯定会很开心的。但是现在二豪又决定留下来了，我真的是个大笨蛋，我居然帮着冷子峰赢了二豪。姐，你觉得我该不该去英国读书？当然要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你想想，你为了考雅思准备做品级吃了多少苦啊，好不容易收到录取通知。我的立场就是站在你这边啊，
这是你的人生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。嗯，唉，终于可以不用令姬剑了，我很开心。我当然想去英国好好读书了，但是我现在想着，我不能在尔豪身边，我真的是提心吊胆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女的肯定对他虎视眈眈，我的情敌到时候遍地开花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就比不上我的索隆呢？姐，你得了吧你！索隆那是二次元的人物，他不会出现在你面前，也不会给你什么那个什么烦恼风二次什么呀？那是三刀流百八烦恼风。哎，我才不管呢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啊！如果你决定要去英国，我就帮你看紧二号，绝对不让别人抢走他。嗯，真的？当然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就决定去英国读书了。嗯，哎，我都忘了告诉我妈了。啊，伦敦大学学院城市设计专业。天哪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太厉害了，姐，我考上了，姐，太厉害了，我考上了，考上了，考上了。好好，我们家依依是最厉害的，赶紧去给阿姨和姨父报喜吧啊！他们在那等这个好消息已经很久了。没想到过了20年，师兄的绝招又会重现。你说这个使出死亡华尔兹的会是谁呢？哎，你说跟你杨师兄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简直被主办单位给气死了。这报名电话是错的，该登记的住址没登记，搞了老半天，主办单位连选手资料都没有，我怎么办？我只能四处拜托人去找冷子峰，到底是哪个团体替他报名的？冷子峰。我要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！噔，我被伦敦大学录取了。这是你第一志愿吧？嗯。我们的女儿真优秀啊！真的，真的考上英国本科了。怎么样，爸？总让你操心的女儿现在有出息了吧？嗯。我就说了，只要我想做什么事情，就一定能做到。现在相信了吧？我并不是为了逃避击剑，只是为了我的梦想而华丽的转身。女儿，过两天妈妈给你办一个庆功宴，庆祝我们的依依走向光明的未来。耶！脚虎蹲跳，别偷懒啊！赶紧，快点，幅度大一点，用力啊！女生也别偷懒啊！加油！所有队员集合，大家集合！大家好！校长好！哎，段尔豪的指导不是到上周就结束了吗？怎么今天又来了？今天集合各位是有事情宣布，从下个学期开始，邓尔豪将加入我振羽击剑队，和大家一起训练。尔豪将会用世界选手的标准来训练你们，虽然他主修的是佩剑，但未来我们的花剑和重剑训练将比照佩剑，也由尔豪来负责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南明，出列。这是我们振羽击剑队男佩剑队队长南明。邓尔豪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铁军，你怎么看？哎。
配件队这老大的位置，一直是南明当的。这下邓二豪硬生生的就把南明的位子抢了，有好戏看喽！我感觉会有一场血雨腥风。来吧，咱们来训练吧。我不太清楚他们的状况，所以还是按照平常训练的方式吧。全体队员，3000米长跑，12分钟内必须完成。准备。3000米需要12分钟。啊！来，吃饭，吃饭。爸。哎，尔豪呢？尔豪在上面收拾行李呢。他今天啊回学校宿舍。他说了，他对击剑队啊很上心。都还没开学，他急着去宿舍干嘛？家里不是比较舒服吗？尔豪今天带训练的时候，被咱们男配的实力给吓到了。肯定吓到了。我们男配舰队的体能呢，是按照国手的要求去训练的。强度当然比一般的要大呀。嗯，爸，你好像误会了。今天早上啊，尔豪去学校让大家跑3000米，所有人在勉强的11分钟内跑完，结果全部体力透支，接下来的训练根本就没办法完成。尔豪就直接搬回宿舍了，就近看管，优化击剑队的体能训练。这也太松散了吧。其实我也是听尔豪说才知道，撇开其他队不说，曙光队在体能训练上都是以我们的训练菜单为基础倍数增加的，我们练一套人家就会练4套，所以他们的实力都在大幅度提升。尔豪，坐下来吃饭。尔豪刚刚回来又要走了。丽环，你也帮无双整理一下行李，让他跟尔豪一块去宿舍。天哪，连姐也要回学校，那不就留我一个人在家里，这多无聊啊。你一个人吗？那我是什么空气啊？白养你了。不是不是，妈，你想想吧，空气才重要，你我爸还有我姐，你们就是阳光空气还有水，少一个都不可以哦。少一个都不可以哦。那你就回正义学院读书吧。对啊，那回来上学了。我好不容易考上英国的学校，你们又让我回去读书，你也让我跟我姐一起还有尔豪一起训练，你不如让我死了算了，我还是去学我的城市设计吧，总比蛙跳好，对吧。你啊，趁着出国前的这段空闲时间好好的陪陪阿姨和姨父，知道吗？哦，说重点，你们两个帮我重振振宇击剑队，否则几年后的世界大赛恐怕就没有我们国家的位置了。吃饭吧。看到振宇学院现在的这个样子，后悔留下来了吧？不至于吧，尔豪还没有对冷子峰报一箭之仇呢。是啊，这是我输过最不甘心的一场，真希望能再和他交一次手，讨回个公道。哎，听我爸说他过几天想招冷子峰入队。嗯，
姨父想要招冷子峰进振宇啊？嗯，但是他的报名表资料都全填错了，估计找不到人了。不可能吧？你想想，以姨父的人脉，他想要找一个击剑选手是难事吗？也是啊，而且他既然参加了第一次比赛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啊。哎，你为什么来看我比赛？难道你也是粉丝？粉什么丝啊？我是被我姐给拖去的，要不然我才不想看那些野蛮粗俗的比赛。哦，这么说来，我得感谢你姐呗，把你送到我面前。哇塞，你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他除了去参加击剑比赛以外，他还会参加别的比赛啊。闪电！哎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找不到冷子峰，我们可以去找闪电呀。对，闪电俱乐部，走走走走。哇，加速马力，快快快，前进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。子峰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前几天还好好的，现在怎么就关门了呢？这的老板投资失败，欠债跑了，债主告上法院，陈老板在机场直接被逮住了，厂子也给封了。天要亡我呀！想击剑，比赛弃权。想打拳，格斗馆被端了。老妹儿啊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知道吗？哥以后就指望你了，一定要记住“特别能吃苦”这五个字，因为哥把这前面四个字做得非常彻底，这以后的饭钱要归你管了。哎呀，格斗馆虽然关门了，但是你刚好可以放下拳头，立地成佛。老天爷他都已经在凝视你了，你该转换跑道了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你说我报考个体院，怎么就这么多条条框框，都烦死我了。干嘛呀干嘛呀，明天的事情后天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你现在刚好有一年的时间练剑了，慢慢攒积分，明年进阵于哒哒哒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生活费呢也不用担心，你可以去送外卖，而且我可以跟我爸说一声，你可以来我们家拳馆当教练啊。就凭你上次打败拳王猛虎的名声，估计来咱们家报名的人得把门槛踩破了。是啊哥，以前都是你在照顾我们，现在换我们来帮你。如果你的愿望是跟那个欧元哥一样的话，我们挺你。巴啦啦啦。为了让尔豪有反败为胜的机会，就算大海捞针，我要把你给捞出来。等等等等，这练速的时候啊，要用点力，不能像你那样啊，慢点啊，二三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哎，老板，过来拍下。
王子枫。想找冷子枫，门都没有。所有击剑队员给我注意啊，今天之内找到所有这种海报，把上面的振宇学院全部改成奥盛学院，如果发现有异常，那明天训练就延长3小时。哎，这次一定要抢在你前面。冷子枫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死，才撂倒一个拳王猛虎。倒是看了你的比赛视频，他练了一个月，哎，那击剑练得有模有样的。你是说小峰击剑了？什么击剑？我这我太厉害了，又不行断片了。别给我装醉。到底背着我干什么了？啊！我就是那天刚好看到小峰在练剑，我就把你的剑带给他了，让他照着你的视频，照葫芦画瓢，让他练习击剑。李贺呀！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我不想跟你翻脸，但是击剑在我这个家庭，它是多大的忌讳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看着小峰练剑，你不拦着他，你还攥着他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我其实就是觉得这孩子挺有天分的，我想让他子承父业。子承父业，社会上知道扬言的人都认定扬言是卖国贼，知道我是扬言的人背地里都指指点点戳我的脊梁吐唾沫。我是巴不得子枫能跟我的过去一刀两断，一丝瓜葛都没有。我只希望我这两个孩子能过上安生的日子，平凡一点都行。你不明白吧？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兄弟，你别这样。
别生气了啊！我保证，我绝对，我以后再也不鸡婆三八多管闲事儿了，行吗？啊，你别生气了啊！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呀？要不这么着吧，我回头把格斗俱乐部顶下来，我让小峰继续练拳，我继续栽培他，我让他成为世界拳王，我让他远离击剑，行了吧？行行行行行行，你别怪我，我这人说话比较冲，但别说我没提醒你。关于小峰练剑这事儿，是我最后一次原谅你。我怎么那么能嘚瑟呢？我。